好笑呢。这个是我们的花絮，这次我们为了要庆祝情人节，特别做了这一个花花系列。我旁边还有一只臭热猫的猫，喵咪。现在你看到镜头还会紧张吗 ？OK， 好，不会紧张。那我们这次为了实现这样的拍摄呢，用了旋转台，再加上两只光棒。还有后面的爱心的投影的投射筒，对，然后在一个超大的一个深口柔光罩，就16 Proto 的，这个是永联国际的，然后上面的灯是用200瓦的灯，持续光，它是双色温的，然后现在正在拍微距的画面，接着我们来去看看刚刚讲的投射筒，好，这个。下次再说。这个是 VL300， 我们用它来实现后面的背景墙的一个花样。这就是这一次的拍摄配置。我想光的出力啊，细节其实没有那么重要，一切都是由在现场自己去做微调。好，最后就是看小优静静的装逼，他正在手动对焦。其实很漂亮，我期待看到后面的剪辑出来的成品。这是我们难得会跟着上节日的一支影片，之前想要拍一支过年的，我们也来不及。好，结束。呜呼，撞到了。那你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分享吗？你要不要走到近光区？有什么话想要分享吗？我现在好脑雾哦，我好像很累哦。对，很累。昨天不小心又熬夜，不小心啊，不小心又熬夜。那就是 YouTuber 吧？我可以看着他一整天吧，我觉得。跟看猫一样，对。而且现在打了光起来之后，它又变得更漂亮，就像那个展售中心一样，打着光的艺术品。所以乐高的专卖店应该要像这样子，放一个旋转台，应该有吧？我们下次来去看看。OK。下次来去看乐高。哎，最后你订了吗？还没有。像后面的两款的，还没有。这就是我们的拍摄环境，在最后导览一次给大家看。噔噔噔噔，有点窄，有点小，但内容还是比较重要吧，对不对？当王美啊！